白粉卷纸哦，就敢那就有海王那就对啦。迄个长官哦，伊的官邸伫倒哩站，伊的办公的所在伫咧即份的八里，有人讲住伫八里嘛。八里。古城里你知无？妈妈做咖啡。我阿妈包八里。古城哦，就敢那听这个名就知影旧城。有新村就有古城吼，是不？我讲的地有名就知影吼。对对。有时啊，你若对这文字关心，有兴趣，有感觉，有兴趣，你有地有名哦，会当去推动足侪以后的历史哦。啊，就是安尼哦，较早是遐啦，啊，就一张大石，从这个官厅甲地了，甲地，甲把它压垮了，把它压垮之后，他就开始找一个人口多，他可以发挥。啊，被你管理的地方，啊，就是起来新增啦。啊，伊是台北市的，唔是叫做台北市，因为台北市有刚才有三个砖头啦，一个砖头哦，大流岭啊，佫两三户，啊，佫无像砖头啦吼。迄个大龙崩，哦，泉州人住的所在，艋舺，哦，嘛是迄个，泉州迄个晋安，因迄边的人的住的所在。啊，佫无城市啦，啊，无台北这个名称啦。哦，但是新庄就已经有啦。哦，我先甲大家安尼讲，咱今日要行的所在吼，就是新庄老街啦。新庄老街吼，咱先讲的啦，日本时代吼，就为遮开始行到南部啦。台湾一省道是在隔壁的中正路，对不对？哦，在我那个年代哦，在当兵回来，我有很期盼每个月有一次假期，一来到新庄路就要过中正桥了，要到台北，我心情就要凉快。所以吼，咱台湾的。那个一号省道就是从这里开始往南走，啊，刚才一到万年间哦，有一个台南府的组织哈，第一哈，为了要公干，要办事情，要来巡查他的辖区哈，淡水厅的同志，一般的同志啦，他伊就开始哦，说盖也破案。地高岗为台南行，行地高岗才行开始，啊，拢沿路，啊，差不多哦，我个茶叶路嘛，跟这边的台湾的省道都一样。怕你们用这个？应该不要，大家都听得到吧？我骂声，用骂声来讲，我讲。啊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就感觉很奇怪。啊，现在呢，高铁多久？一个多小时，你得要走九天呐、啊。哦，然后沿路吼，沿路你如果。你如果看那个马切博士哦，一传教士的，马切博士医生哦，一传教士马切伊讲，伊去迄个新庄啊，唔是啊，迄个中坜迄边咧传教的时阵哦，他走的路吼，啊遇到的人哦都很奇怪哦，伊讲伊话就是说，按照军人的数，按照伊的口中的口述来讲哦，伊讲伊伫新，伊为新庄开始哦，唔是为新庄，为淡水开始啦吼，行到迄个叫做。行到迄、那个，较无较新店的时阵哦，伊讲沿路伊带一间旅社哦，足好诶。按照我甲形容，叫做希尔顿旅店哦。伊讲哦，伊迄间旅社哦，有跳虫啊哦，有臭虫啊哦。啊，伊个迄个面床间哦，有鸡仔鸟，有饲鸡仔鸟啊，然后啊，迄、那个你食饭的餐桌啊哦，有一般叫做猪啦、狗啦，但你。你清南甲村的一个是如此啦，我意思讲，较早因个年代，安尼行高岗哦，其实不是很舒服啦哦。但是呢，那个摇营那个舞台呢，讲一句话讲哦，等到他爬到那条叫孤山，就孤山啦，已经叫做孤轮了。伊讲看到河流的时候，他七八九天的那个疲劳的心情哦，就完全忘光了。伊讲眼前。